每日邮报报道，上周日为迎接秋分，600多人在英国诺森伯兰郡德拉里奇湾北海裸泳，并为慈善机构募集了数千英镑。活动组织者说，今年是活动举行的第七个年头，也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。当天黎明时分，参加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00人。更值得庆祝的是，当天为心理健康慈善机构 Mind 募集了数千英镑。组织者还表示，我们总是在秋分临近的时候去游泳，以纪念从夏季到冬季的转变。今年参与人数创纪录，比去年增加了200人。该活动的 Facebook 页面称，活动并不局限于筹款，上面写着，活动不是为了好看，它是关于自由，庆祝我们独特的身体与自然联系，为慈善筹款。封面新闻腾腾编译，如果您有新闻线索，欢迎向我们爆料，已经采纳有费用酬谢。爆料微信关注 is 爆料 QQ 338-64057-12